我会系鞋带了。今天的光头强有点不一样，瞧，因为他穿了一双新鞋。嘿，真好看！我要让大家都看看我的新鞋子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希望子，这次我肯定会好好踢的，你就让我跟你一对吧，好不好嘛？这个嘛，好吗好吗？急急忙忙，快来看，快来看呀！嘿，光头强，没事吧？疼不疼呀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们快看看我的新鞋子，好看吧？啊，这有什么好看的嘛？嗯，哼，本王子的脚丫才更好看呢。看俺爹，嘿嘿，明明就好看。鞋带怎么开了？光头强，嗯，你这个是怎么系的呀？真好看，是吧？这叫蝴蝶结，一动一动的，走起路来像蝴蝶的翅膀一样，可好看了。本来是一对的，我寄给你们看。爸爸好像是这样给我寄的。寄好了，你们快看，好看吧？嘟嘟嘟嘟，怎么开了？一定是这样的。好了，咋又开了？光头强，你到底会不会呀？我应该是这样记的呀。上课了，上课了，上课了！我要第一个进教室。光头强，左列，马上就好。快点，快点！好了。光头强，快要迟到了！怎么又松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光头强，你在干啥呀？鞋带又松了，熊二，你先走吧。那好吧，你快点哦。怎么又松了？不管了。上课了，上课了！孩子们，准备上课了。大家先坐好。光头强，你好慢呀！好，都到齐了。今天我们上美术课，今天的美术课是自由练习。毛毛拿着，我来给你画个大花脸。好了。光头强，你咋出这么多汗呀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热的。哦。光头强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呀？俺妈妈说了，身体不舒服要告诉大人。别，不行，老师，光头强他，光头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被鞋带缠住了。哇，好甜呀！光头强，今天俺带的蜂蜜可甜了，给你尝尝。谢谢你，熊二。等一下，我正在走路呢。蜂蜜真的很甜，你就尝尝嘛。熊二，等我走到桌子旁边再尝吧。俺的蜂蜜，蜂蜜，俺的蜂蜜，这边，这边，
熊二，你踩到我鞋带了。还好蜂蜜没事儿。光头强，你怎么乱扔水果呀？对不起，姐姐，都怪俺踩到光头强的鞋带才会这样的。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鞋带开了，才会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原来是因为鞋带呀。这样啊，好吧，本王子不生气了。丽丽，要不俺们帮光头强想想咋系鞋带吧？好啊。有咧，照着左脚的鞋带系就行咧。让本王子来，我也来帮忙。好，光头强，我也来帮你。鞋带系好了没？好啦，我看看。这怎么全开了？熊二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本王子有个主意，你把鞋带塞进袜子里不就行啦？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你走两步试试。你们快看，鞋带没有开。太好了。我们去踢球吧。好。我等。我准备好了，终极射门。嘿。光头强，我接到你的鞋了。球，都没办法跟大家踢球了。都怪你，我不穿了，皮我也不要了。好痛啊。光头强，你怎么哭了啊？大黑熊老师，这是你的鞋吗？告诉老师怎么了。大黑熊老师，我的鞋带系不回去了，还老摔跤，都没法踢球了。大黑熊老师，你会不会系鞋带啊？大黑熊老师不穿鞋，肯定不会系。这个吧，让老师来给你想想办法啊。有了，让老师来试试看啊。大黑熊老师，你好厉害呀！好了。哇，我也要学，我也要学。老师，快教我，快教我。好，你要看好，看着啊。第一步先这样，然后绕进去，拉紧，两边交叉叠起来，穿进去。只要这样一拉紧，记住了吗？哇，好棒啊！大黑熊老师，能不能再来一遍？好，耶，来一遍。光头强鞋带系不了，没法一起踢球练。要不跟光头强玩不需要用脚的游戏吧？对了，要不我们玩？快来看呀！我的鞋带系好了，你们快看看。光头强，你真厉害，终于系好了。这下可别再想开练。没事没事，开了也不怕，我解开给你们看看啊。不许解，这回本王子可不帮你了。不许解，不许解，不要碰鞋带。别解，系不回去又要摔裂。没事的，我已经学会系鞋带了。等一下，等等，爷爷。当当。哇，好厉害呀。那咱们继续踢球吧。好，什么？小朋友们，你们会系鞋带吗？不会的话，要记得跟爸爸妈妈好好学哦。
小朋友们，再见！俺来帮你。今天是个大热天，小朋友们都躲在树洞里玩，让我们快去看看吧。草帽完成了，成功了！哎，谢谢，抓到了，我抓到萤火虫了。嘿，看本王子的射门，来吧。熊二，熊二，好漂亮的萤火虫啊！哇，熊二，熊二，熊二，你咋了？你怎么撅着个嘴呢？你不开心吗？熊二，你吃个水果吧。不吃。熊二，你到底咋了？跟俺们说说呗。熊二，你就跟我们说说吧。对呀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。事情是这样的。打扫卫生喽。妈妈，俺打扫哪里呀？熊二，妈妈一个人打扫就可以了，你去找熊大玩吧。妈妈妈妈，俺也可以帮忙呀，俺啥都会做。真的呀？那你就帮妈妈把这儿打扫干净吧。垃圾放到哪儿呢？这样就看不见了。妈妈，俺打扫完了。这么快呀？熊二，你把垃圾扫哪儿去了？桌子下面。垃圾呀，要放在外面的垃圾箱里。熊二，疼吗？不疼。这个还是交给妈妈吧，你去给外面的花浇浇水。好。俺来给你们浇水。可怜吧，多喝点。不好，小花花。没事的，小花花，俺再把你种回去。咋办呢？只能找妈妈了。妈妈。熊二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妈妈，俺给小花浇水的时候不小心把小花给弄倒了，你就帮帮俺吧。好吧。谢谢妈妈，妈妈真好。妈妈，俺来帮你擦桌子。熊二，熊二，咱们先不擦桌子了，你看你浑身脏兮兮的，妈妈先带你去洗个澡好不好？洗完澡了，俺再来帮妈妈。好。妈妈，俺还是自己洗吧。没事儿，妈妈帮你洗。妈妈好痒呀。来，再擦一擦。痒痒。好了，熊二，别闹了。好了，熊二。记得身上干了才能进屋哦。真香啊。蝴蝶，你也觉得俺香香的是吧？熊二，快进来吧。俺来了。哇，真干净。给妈妈拿个苹果吃。熊二，妈妈吃水果吧。妈妈，俺只是想帮你的忙。妈妈知道，
可是你越帮，妈妈就越忙啊。熊二，你去找熊大玩吧，听话啊。啊？俺只是想帮忙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熊二，你就别难过了，跟俺们一起踢球呗。嗯，哎，对呀对呀，一起踢球吧，来踢球吧。熊二跟熊大一对，熊大已经无法阻止本王子的射门了。别吹牛了，吉吉，俺不去了。啊，俺就在这儿看你们玩。那好吧，你就在这儿给俺加油，本王子要去射门了。嘿嘿嘿，萌萌，快去拿球！别走！太阳要下山了，我该回去了。那咱们明天再来玩，好吧？嗯，回家喽。回来啦，熊大，快点吃饭吧。哎，熊二呢？妈妈，俺走的时候忘记叫他了，他应该还在萤火虫洞里。哦，那你乖乖在家，妈妈去找他回来。妈妈，熊二今天好像不开心。妈妈知道了。熊大，吉吉毛毛，咋都跑了，也不叫俺。呀，天这么晚了，萤火虫，你们是要送俺回家的吗？好饿呀！俺要回家吃饭了。熊二，是妈妈。熊二，熊二，妈，是熊二吗？熊二，熊二他不在这儿。那你是谁呀？俺是萤火虫。哦，是萤火虫呀。萤火虫，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小宝贝熊二啊？看见了。啊，不不不，没看见。没看见呀？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别走。其实熊二是有点生气，躲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熊二是真的想帮妈妈干活，不是想捣乱，就是没做好。这些妈妈都知道，其实妈妈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。妈妈应该细心教会熊二这些事情该怎么做，这样熊二就不会弄乱了。萤火虫，你帮我跟熊二说说，妈妈知道错了，希望熊二能原谅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，俺在这儿。熊二，原谅妈妈了吗？妈妈，我的宝贝又回来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下次打扫卫生，俺一定会做好的。在外面待了一下午，一定饿坏了吧？肚子一直在叫，妈妈就知道你饿了，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呢。太好了。妈妈你快点，要不好吃的都被熊大吃光了。熊二慢点儿。小朋友们，在家里你们喜欢帮爸爸妈妈干活吗？
干不好没关系，多跟爸爸妈妈学习学习就会了。小朋友们，再见！吉吉怎么了？大树幼儿园上体育课了，大黑熊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。同学们，今天咱们组织一场精彩的表演吧。啥表演呀？表演啥呀？只要是和运动有关的都行，我们下课前做展示好不好啊？好，解散。熊二，俺们赶紧走吧。吉吉王子，咱们表演什么呀？本王子早就想好了。嘿嘿，就表演转木棍。嘿嘿，我们去练习吧。本王子可是要拿第一的。酷啊！嘿嘿，抬个哟呵，嘿嘿嘿，抬，酷，嘿嘿嘿，差点忘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你们好棒啊！凯特，凯特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呀是彩带，我准备表演彩带舞。哇！我怎么做不到？表演好优美呀！本王子也试试。凯特，好厉害！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累呀，我去旁边休息一下。你们也要加油哦！再见啦。凯特再见。吉吉王子，凯特表演的时候姿势好优美啊，好好看啊！本王子舞棍的时候，要是能有凯特这么优美的姿势，肯定更棒。毛毛，你在这儿练习，本王子去那边练。练。刚才凯特是怎么跳来着？这样还是这样？本王子再去看看，不信学不会。哇！原来走路的动作要这样才能优美呀！好难啊！本王子一定能行。就是这样。吉吉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腿疼啊？我得去帮他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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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这样，这样，再这样，很简单嘛。凯特，小月亮，我们一起练习表演吧。好啊。你转圈圈转得真好看。谢谢。转圈？吉吉，你的脚怎么了？刚才凯特是怎么转圈的？是不是很疼啊？等等，我们一起练习吧。哒哒哒哒哒哒，等等。我的姿势是不是很优美呀？不好了，大黑熊老师，吉吉变女生了。蹦蹦怎么啦？是本王子模仿的不够优美。那凯特做什么，本王子就学什么，不信学不会。这个给你，真好看。这个给我，我好看吗？可好看了。花。好，本王子也来。咦，哇，真好看。可好看了。看我的。加油，熊大高高强，加油。
哇，光头强好棒啊！光头强，光头强，光头强好棒，好棒呀！不好，光头强加油！吉吉，你到底怎么啦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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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嘿嘿，哦，哦，手指是翘起来的，本王子也试试。这样，不对，这样，这样。哎，就是这样，啦啦啦！姐姐，图图，图图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你到底在干嘛呀？本王子在学表演呢，看好了。这样的姿势是不是很优美呀、啊？姐姐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走，我带你去找鸽子医生吧。本王子没生病。啊，表演要开始了。啊？本王子没生病，走啦。就是生病了嘛，说话都变了。哇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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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和之前的表演不一样了？嘿嘿，啊？啊？吉吉王子怎么了？你，好别扭啊！不是这样的，你，吉吉，吉吉，吉王子，根本就不行嘛，吉吉王子，啊表演完了吗？俺也不清楚，吉吉王子，你怎么了？本王子不想表演了。吉吉王子，吉吉，吉吉，咋回事啊？吉吉，你怎么了？我就想让表演更好看，就学凯特的姿势，结果学不会，还搞砸了演出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啊，怪不得吉吉今天这么奇怪呢。我也看到了。对对对，那就算是。我的搞笑表演吧。吉吉啊，爱学习是好事，但是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，不然就会变得很奇怪。嗯，吉吉，嗯，你们的表演本来就很好啊，就像之前练的武棍动作，真的是超棒的。之前的武棍动作啊？对，吉吉王子，我们再表演一次，一定会很棒的。对，吉吉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看本王子的。哇哇！太棒了！哇！还是适合自己的方式表演最开心。
吉吉说的对。打嗝。大树幼儿园开始上课了，今天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猫头鹰老师好。同学们早上好，大家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呀？俺知道，今天是幼儿园开放日，俺们的爸爸妈妈会来幼儿园参观，俺们还要给爸爸妈妈表演唱歌呢。嗯，孩子们说的对，那在爸爸妈妈到来之前，咱们先把幼儿园给打扫干净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好。嘿嘿。小蝴蝶，小蝴蝶，熊二，好了，吉吉安吉，沙滩上的树枝和树叶剪完了。啊，这么快？看我把沙滩扫平。咦，哈！本王子厉害吧？哎，终于打扫干净了。熊大，哎，吃个苹果休息一下。谢谢熊二。熊大，熊二，快点来排练唱歌啦！来啦！熊大，你快点吃。熊大，熊二，快来，就等你们俩了。来练，来练。来了，等等我啊！来了来了，排练开始，预备。是谁在打嗝啊？是你吗？吉吉王子，不是我。也不是俺。原来是熊大。熊大。放心放心，俺一会儿就不不行不行，要是等会儿表演了你还打嗝，那怎么办？本王子不许你再打嗝了。熊大，我听说一口气喝好多水就不打嗝了。真的？俺去拿水。熊大，你要是不喝完，一会表演了打嗝咋办呀？熊大加油！熊大加油！喝完了，喝完了。熊大，咋样咋样？好些了吗？俺要去厕所，马上就回。不行。我们还得想想其他办法。哎，大家都去哪儿了呀？你们干啥呀？怎么样啊，熊大，被本王子吓了一跳，是不是不打嗝了呀？好像不打嗝了。熊大，要不你憋着不呼吸，这样嗝就会闷在嘴里，打不出来了。就是这样。哎，好，俺是，是。加油！耶，俺不行了。熊大，加油！加油啊，熊大！是不行呀，我觉得打嗝肯定是因为肚子里有很多气。熊大，要不你试试倒立吧，这样肚子里的气就能很快从嘴里跑出来了。熊大，你要把嘴巴张开，这样肚子里的气才能快点跑出来。不行呀，还是一直大哥，大人就快来了，你们练得怎么样了？
我们还没开始呢，熊大老是打嗝。打嗝？我有办法让熊大不打嗝。啥办法呀？有一次我打嗝打了好久都停不下来，然后我打了个大喷嚏就好了。真的？哪有打个喷嚏试试？阿啾阿啾阿啾。你这样肯定不行，你得真的打喷嚏才可以。咋样才能真的打喷嚏呢？有了，我来帮你。怎么样了？好像真的不打嗝了。那我们快点排练吧。好。为了朋友俺们一起拍拍手，为了朋友俺们一起拍拍手，为了朋友俺们一起拍拍手。哎呀，熊大，你怎么还在打嗝呀？这可咋办呀，表演就快开始了。熊大你别着急，咱们还可以想想别的办法，说不定你一会儿就好了呢。对，想别的办法。熊大大别着急。办法还有啥办法呀？三四要不今天的合唱俺就不参加了。俺在台下给你们加油好了。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。熊大熊大熊大，我有办法了。我发现你打嗝是有规律的，每次打嗝停顿的时间也是一样的。等会儿合唱咱们可以这样。太好了，那俺们赶紧开始练习吧。好，大家下午好，非常感谢爸爸妈妈们的到来，下面请欣赏我们准备的幸福拍手歌。表现得真棒。好，太好了。耶，成功了。孩子们太棒了，今天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。这次多亏了熊大打嗝呢。熊大打嗝了？是啊。熊大，你现在好像不打嗝了。真的呀？俺没有打嗝了。耶，太好了。猫头鹰老师，俺们为啥会打嗝呀？孩子们，打嗝常常是因为吃东西吃得太快，或者是吃得太多引起的。大家要记住，以后要是再打嗝，不要慌，要多喝水，多休息。还有就是打嗝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做剧烈的运动。俺记住了。好，那快跟爸爸妈妈回家去吧。好嘞，小朋友们。
你们打嗝的时候有没有发生啥有趣的事情呢？快去讲给你们的爸爸妈妈们听吧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爆炸的气球。今天是周末，小月亮家要办聚会，熊大熊二正准备去帮忙呢。聚会带啥呢？这个不错。熊大，快过来，你看俺找到了啥。哎，这不是光头想给的气球吗？走。哇哇，好厉害啊，熊大，俺也来吃一个。熊大，俺不敢吹，俺怕气球爆炸。熊大，别吹咧，太大咧，要爆炸咧。那我们就带他去聚会吧。毛毛，萝卜头，熊大熊二，哇，好漂亮的水果拼盘，你们可真棒！熊二，俺们也快进去吧。好，凯特，来啦！谢谢你，俺们也来啦。嗯，你看，好漂亮的气球啊！俺给你们吹一个。只有俺害怕气球爆炸。咱们先别玩了，多吹些气球，把屋子变得漂漂亮亮的。好。熊二，用胶带粘住。熊二，给。我的也好了。粘吧。熊二，我来帮你吧。好呀，谢谢。好啦，这怎么粘不住啊？萝卜头，俺来教你。谢谢你，熊二。橘子。不是我弄的，肯定是因为你的指甲太尖了。没事，小心一点，别再弄爆气球了。哦，捏住气球的口，捏住，千万别撒气，真好吃。胶带缠紧，这里。萝卜头，真的不是我，是气球自己爆的。萝卜头咋这么不小心呀？萝卜头，要不你去做别的事吧。妈妈，你来粘气球怎么样？好的，机器王子。不是那样弄的，要捏住整个口，不能让气球撒气。再去拿个橘子。俺们继续。接下来是用我们的花，没关系，修剪一下就好啦。毛毛，毛毛，你怎么也弄爆了？不是我，是气球它自己爆掉的。
就是，我就说了嘛，你们还不信。熊二，别吃了，还是你自己来粘气球吧。熊二，给。熊大，别怕别怕，熊二，你也吓唬本王子？不对，刚才几次的爆炸，熊二也在旁边，难道是熊二？不是啊，熊大，你要相信俺。俺相信你。熊二可害怕气球爆炸了，所以他不会这么做的。对呀，而且刚才熊二根本没有碰到我手里的气球，看样子熊二、毛毛和萝卜头都没有故意弄爆气球。可是气球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爆那么多次呢？难道是魔法？哇，我家里有魔法！让气球爆炸还不容易吗？哪需要魔法？看本王子的！啊，快去，快停下！俺害怕。爸爸，爸爸，我们家有魔法，魔法还弄爆了好多气球呢。魔法？在那边。什么东西啊？熊二，你还吃？给我们留几个，都快被你吃完了。橘子。我知道了，来看好了啊。爸爸，原来你也会魔法，这是咋回事啊？那是因为气球是橡胶的，气球和橘子是一对很好的朋友，但他们在一起玩却是很危险的事儿。气球遇到橘子皮的汁液会发生化学反应，沾到的部位会变薄，压力增大承受不了，于是就产生了爆炸。橘子跟气球不能做朋友，好可怜呀。所以要避免在气球附近剥橘子皮哦。太神奇了，原来气球爆炸是因为俺的手上沾了橘子皮的汁儿呀。这么神奇，本王子也来试试。琪琪王子，琪琪别闹了，气球都不多了，要小心一点。气球爆炸虽然不会太猛烈，但还是有一定的危险，一不小心会伤到眼睛的。知道了。对不起，毛毛、萝卜头还有熊二，刚才是俺误会你们了。没关系，熊二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还有毛毛、萝卜头。我也道歉。没关系的，我们快去布置吧。小月亮，你看，哇，太漂亮了！谢谢你们，我真是太喜欢了，辛苦大家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哇！来。熊二的小尾巴变长了。橘子汁儿。不用怕，橘子汁儿不会引起爆炸，只有橘子皮的汁儿才会呢，知道了吗？
小朋友，爸爸的爱。今天是大树幼儿园的亲子活动日，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齐聚在教室里。俺画的是妈妈在给俺们讲故事。哇，真棒！这是俺画的，妈妈在擦桌子，擦得可干净了。老师，你看看是不是呀？是啊，还有俺呢，老师，真不错。那咱们问问妈妈，熊妈妈喜欢哪一张啊？妈妈喜欢哪一张？妈妈都喜欢，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宝贝。哇，好，下面欢迎凯特，开始吧。加油。这是妈妈过生日那天，我们在森林里玩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个是我。哇，画得真好。这是我妈妈，这个是爸爸。哦，画得真好啊。凯特爸爸喜欢凯特画的画吗？当然喜欢。这幅画呀，还要拿回去给妈妈看，是不是，凯特？嗯，谢谢爸爸。哇，真好，爸爸也一定会夸我的。毛毛，毛毛，到你了。好，爸爸快来。嗯，快坐好。让我们欢迎毛毛展示他的画。耶！我画的是爸爸在浇花，这朵花是我和爸爸一起栽的。哦，毛毛也画得好好呀。嗯，每天最开心就是看他们有没有长高。毛毛这么细心呢，是不是啊，毛毛爸爸？这没什么，就浇个花而已嘛。毛毛，下午不上课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嗯，那我先回家吃饭了，一会儿见。毛毛爸爸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毛毛，爸爸中午要去给山羊爷爷修理房子，你去熊大家吃饭，好吗？爸爸，你刚才怎么不夸夸我呢？好儿子。毛毛，慢点儿。哎，熊妈。毛毛，妈妈说你要去俺家，咱们快走吧。俺家有好多好吃的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毛毛他们吃过饭后，玩起了剪纸。来，一起见证神奇的时刻吧。哇，俺妈妈手巧吧，好漂亮呀。妈妈，俺也想剪纸。俺也要。好，开动开动。毛毛，给你。谢谢。剪刀很锋利，你们要小心哦。毛毛，你剪得可真好。啊，熊二，你这是剪了个啥呀？妈妈，你看，像不像掉在桌子上的蜂蜜？妈妈，俺剪得好不好嘛？好，熊二剪得好，而且很有想象力哦。妈妈，要是爸爸也能像熊妈妈一样该多好啊。哎，毛毛手里的剪刀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我去找找看有没有更合适你的。谢谢熊妈妈。就是这样。爸爸在家。爸爸。哎，毛毛回来了。在熊大家吃了什么好吃的呀？爸爸，你看你看，我的手都红了。怎么弄的呀？我和熊大熊二一起剪纸来着，可是剪刀不合适，手都磨疼了。不严重，吹一吹揉一揉就没事了。小伙子要坚强点才好。可是好孩子，你先玩去吧。爸爸还要忙一会儿啊。我应该做把合适的剪刀给毛毛用。哟，睡着了。哦，对了，
喂，哦，凯特呀，啊，过来吧，再见。行了，凯特和熊大他们又来找你玩了。爸爸，你教我们做手工吧。爸爸现在要出门，你和同学在家玩吧。桌上有水果，记得吃啊。爸爸。对了，盒子里的东西，下午试试吧。用的时候小心点。爸。啊，是谁啊？毛毛，是俺们。哦。嘿嘿，毛毛，我们来找你玩啦。嗯。毛毛，你怎么啦？毛毛，我爸爸要是也能像你们的爸爸妈妈那样就好了，夸夸我，亲亲我，关心我。刚才我想让他教咱们做手工，可是他又走了。啊，他是太忙了吧？嗯。啊，毛毛，毛毛，别难过了。哇，这么多玩具，毛毛，俺可以看看吗？嗯。啊，嘿嘿，啊，嘿嘿嘿嘿嘿，这是我爸爸做的，可以拿到高处的东西。嘿嘿，好玩。哎，这儿还有个小房子。哇，好奇怪的小房子，毛毛，这是做什么用的呀？你们看我怎么样？你们看，哦，哇，原来是削铅笔的呀，真神奇！嗯，爸爸把刀片装在了里面，这样就不会伤到手。你爸爸真厉害。哎，好奇怪的镜子啊，为啥要弄成月牙形的呢？俺的脸都照不全。这是爸爸给我磨的月光镜。月光镜。嗯，晚上放在窗台旁边，月光反射进来，照在棚顶上，就像一个月亮。这样月亮就住到我家里了。哇，毛毛，你爸爸好爱你啊。嗯，要是他能像熊妈妈那样多夸夸我就好了。毛毛，每个人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毛毛，你这是啥呀？爸爸出门前让我看来着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嗯，锯齿剪刀。哇，有花纹哎！花纹？哎，每把剪刀剪的都不一样。啊？剪刀有点小，不过用起来很舒服。是啊，原来把手上还贴了海绵，不会磨手。妈妈，你用着很合适呢。你爸爸好关心你呀。原来爸爸悄悄为我做了这么多呀。又一个亲子活动日到了。耶！这是我给爸爸做的喷壶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喷壶哦，你们看，这样能动的，把手还可以变长。哇哇，这样爸爸以后浇花就不用弯腰了。毛毛最爱爸爸了。毛毛真棒。